9月22号，薛之谦的摄影师张良在微博上晒出老薛泰国车祸受伤旧照，并配文自己就受了点皮肉伤，包扎了下，非要拿女朋友的伤当自己的，欺骗媒体，愚弄大众，还讽刺其想办法搞了个轮椅加持自己的伤重。照片中，李雨桐在旁手术，而薛之谦仅右腿包扎，且脚踝露在外面，并未受伤。而此前，薛之谦曾提起这场车祸，他称自己整个人被撞飞，脚踝被刺穿，浑身是血。大难不死是泰国那次很大的车祸。我整个人被撞飞出去，啪啪啪，地上滚了好几圈，我当时就眼就觉得我死定了，浑身都是血，我的脚裸这一块整个被刺穿了，因为有一个钢钉，然后就不停的冒血，我当时看这个血就看着，我还觉得很好看。这打脸速度，吃瓜群众也是一脸茫然啦。但随后张良就删除了此条状态，不知道是不是被公关啦。芒果捞新闻，娱乐圈9月份的瓜真是吃不完啦。报道。